大把，应该是大把，不晓得哪一把，它比较会飞。好了，它大把，飞到右边的这边是和尚。双方在中间，股票大跌。昨天都卖光了，昨天还有一张赚4000的，什么好算了，卖掉了。今年已经赚了26.7万，上今年这半年。